我想环岛，但老板不准，所以我辞职。哎、欸，我们也在环岛哎。后面有一个反直播，有一个有18公分。对，屌，18公分。有人已经累了。完了，我觉得我们24小时达不成了。我现在直接判定无法完成。我们又回到西滨下面了啦。哦，烂路。这次来口湖完全不停口湖休息站啦。在寻求咖啡因的慰藉了吗？6666.6公里的壮举，我操你妈的台北！哎呀，上面还真的写国境直男。真帅哥美女环岛中，哇，赞哦，厉害！哎、欸，这看起来是50几岁的哎、欸。看，走出花改多爽，还不用等这个平交道。